打出我们精神，打出我们气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祝福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谢谢谢谢谢谢3月23号就是1.0度30点的第一场啊例行赛啊，好，我们也非常期待了啊。那我们希望今年啊这样的一个春训啊，跟这样的一个异地训练啊，可以让我们今年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啊啊。希望大家在这两天啊可以好好的一个交流跟学习啊。那我想啊，球团会全力来支援各位的啊。那希望各位这两天好好的把握机会，谢谢。